当狮心雄遇到八嘎带，那会发生什么呢？哒巴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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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过来，我不想伤害你。喝白酒，喝啤酒，喝红酒，喝洋酒。有你在，我愿意再来一次。顾你几碗？可以听听我的故事吗？去马拉大西瓜。他说我是最完美的作品。哒巴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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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一次我想早点遇见你。来了来了，他来了，这个是八嘎蛋地图。对，你没看错，这里面都是八嘎蛋，前面这个大圈要注意了。比较厉害。